小军，你把手松开。小军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们嫌弃了。没，星星，他这星星长得再像，他也不是星星。我们的星星已经死了。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我跟李云现在都是为了对方活着，这件事情压在我心里已经很多很多年了。都这样了，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面对的呢？喂，喂，喂！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能去南水库。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面对的呢？咱们一命抵一命。